经理已经要了我吧，要不是我老婆有超生，我也早进城了。我那村还是穷。穷？解放都50多年了。你别笑话，我村现目前交通基本靠走，通信基本靠吼，照明基本靠油，取暖基本靠抖。那治安怎么样啊？治安基本靠狗。我呀，把青春献给了党，儿女呀还都下了岗，没办法，年纪大了。不过清洁工作我在行，年轻人比不了我。那你们那下岗的多吗？多，光咱辽阳啊占40%，要我看呢还不止。那下岗工人是有游行的吗？有，这事儿多了。你的情况我都清楚了，你先回去吧，我会综合考虑。不过不要抱太大希望。谢谢政府。好了好了。哎，小林，这外边怎么回事？站着好几十号人呢。没乱吧？我已经发号了呀。知道你发号的，打号的导爷都来了，干嘛呢？你还问我？广告有啊。这不说咱公司要招聘一清洁工，今天面试，你和韩总都不在，咱们也不通知我们一声。哎呦喂，我知道这事儿，是楼上12060，快去告诉他们一下。小潘，到门外贴张通知，面试改到12060。好的。小宁，要不我先到你座位上坐会儿。别，我有点晕了啊，经理还是经理吧。王经理，这几家欠款要抓紧时间催呀。好的好的。怎么脸色不太好？家里闹矛盾了？没有啊。要不要我找你太太谈谈？不用不用，家里来了几个亲戚，有点乱，有点乱。经理啊，下午我去趟海关。昨儿晚又买了一宿长城吧？哪儿啊，老家来了5个亲戚。5个？得来杯浓茶。还都是下岗的，生活都困难了。这老毛当家流行下乡，这老邓当家流行下海，这老姜当家就流行下岗了。我难归难，先玩2天再说，这种生活态度我赞成。嘿，哪儿啊，这早才整明白，他们合计着来北京找活干呢。哎呦，经理，我有点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我叔叔从美国去马来西亚探亲，想让我们全家也去见见面。好事啊，没问题。用年假吧，带薪的。你得写个报告。哎，这么重要的事怎么也不早通报一下啊？没别的意思啊，没别的意思。王经理，还得催他。困难全国哪儿都一样，总也得想点办法呀。哎，是，现在这企业也得盯紧点，说不定哪天就没了，要点是点吧。家里安排怎么样了？倒没什么，就是几个下岗的亲戚，成天唉声叹气的。咱北京这么美，让他们多看看。是啊，这不昨天去了天安门广场，人大开会，广场封了，背包被翻了好几次，没办法，就看了一下大剧院的工地。那也不错呀，那大剧院投资30亿，世界闻名，是江总书记亲自关心的重中之重啊。说的是啊，我的几个亲戚也是嫉妒的要命，回来就骂，说这工人也都下岗了，农民地都荒了，该管的没人管，感情这钱都花到北京摆花盖院子了。这种思想可不利于稳定哦，要疏导，保证几个大城市的市容市貌，这也是关系到国家的脸面问题，到处都破破烂烂的，怎么引进外资啊？简直是身在福中不知福。听见没有？稳定压倒一切，下岗算什么？下岗可了不得，
还好，我们公司没有几个下岗的。不下岗就踏实啊。银行坏账44%，什么意思啊？存钱等于缩水一半，这简直就是打劫嘛。下岗可不是闹着玩的，一没医疗，二没劳保。工作完成再快，赶不上贪污加腐败。是啊，勤劳勇敢加辛苦，不如有个好亲属。潘媛儿，护照下来了吗？刚下来，正在办签证呢。等咱有了钱啊，咱也买专机，机型777，一次买两架，一架座机，一架护航。等咱有了钱啊，咱也盖剧院，规模超第一，一次盖两座，一座看大戏，一座送歌星。所以根据总公司开源节流的精神，我们部门有一个下岗指标，希望大家做好思想准备，不要想别人，人人都有可能，包括我在内。我们其中确实有问题，比如说有精神不振的，惹是生非的，思想波动的，每个人都好好想想。当然也有积极肯干任劳任怨的。公司注重的是业绩，第一季度我们做的比较差，大家都在开源方面多动动脑筋，毕竟我们部门还存在嘛。好吧，就这样吧。哎，太突然了，想到你们两个中间要走一个，我还真挺难过的。经理，其实我们也舍不得你走啊。我知道，要下岗首先是我，我没有业务，出国探亲又不是时候。小潘，小潘，千万别这么想。